大家好，我是地方熊猫。鸡蛋山熊猫玩了两年，终于把所有的打工地图都打到传说999了。而这里面最难打到99的地图就是破船，哦，这个真是很多人的梦魇。熊猫终于在今天完成这个记录。这次的破船熊猫打得非常保守，因为我只求过关。我们来看一下传说99的瞬间，超级难的破船。
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